接下来我要请教一下我们内政部长了。今天排案实价登录 2.0， 结果只排了一个平均地权条例。我们先看一下啦，因为我觉得实在很奇怪，我从来没有看过说执政党的招委排案，结果竟然没有把行政院的版本给排进来。蔡总统过去选总统的时候住宅三建，行政院长苏贞昌去年的时候告诉大家要实价登录 2.0， 结果是今年二月的时候建商要求强力下架重点的法条，导致什么？导致我们今天要审的实价登录 2.0 变成 0.5 了。门牌地址的揭露行政院版有，我们也支持啊。预售物的登录行政院版有，我们也支持啊。但行政院版都没有并进来啊，他没有并进来，今天只审查委员的版本。我本来期待哦，看内政部针对这件事情要有个很严肃的表达。昨天很多公民团体大家都站出来抗议了，我们的政府实价登录 2.0 是玩真的还是玩假的？怎么会缩水成 0.5？ 我们这个法案还是在贵院啊。啊，对啊，啊，我们没有撤回啊。是啊，啊，所以这个我们要尊重立法院排案的。好，没有关系，你要把责任推给招委，我也尊重，但是。今天内政部的书面资料是什么？今天内政部的书面资料是认同委员所提出来的版本啊，跟行政院的版本是一样的，一样吗？一样吗？来看一下，有门牌地址揭露吗？有吗？今天的这一部分有吗？今天的这一部分是一样的，对嘛？我现在就讲嘛，今天的这一部分有没有门牌地址揭露？不是，今天的这一部分。对不起哦，部长，请您针对问题回答。是今天针对那一部分，今天的版本有没有门牌地址揭露？这是贵院排的，不是我排的、啊。对嘛？所以排案的问题招委负责。现在我在问你法案内容的问题嘛？第一个内容当然有这个，对嘛？但是你没有排这个。第一个，这不能对内政部、啊。第一个门牌地址揭露，今天委员的版本有还是没有？不，今天委员的版本没有这个门牌，没有嘛？好，第二个，怪我啊？有预售屋的登录吗？啊、有预售屋的登录吗？啊，所以你不能怪我啊！我就讲，我今天哦，在针对内政部就责的哈、哦，不是行政院的版本没有排进来。我今天在问内政部的立场是，你们的书面资料说这样子的版本你们是接受的。不，我们其他的还是在啊，其他并没有后悔 啊其他的还是在，就放在那边嘛。啊，你没有要排案嘛？你不能说我这个不接受啊，我还是接受啊，对嘛？所以我问你嘛，啊，已经今天没有预售屋的登录，没有预售屋的登录，你接受不接受？是立法院要处理，不是？没有预售屋的登录，你接受不接受？不是我叫我都接受啊。没有预售屋的登录，登录你接受不接受？这个条文我接受啊。对啊，没有预售屋的登录，你接受不接受？贵院的事，对嘛？没有预售屋的登录，你接受不接受？不能够怪到对，没有预售屋的登录，你接受不接受？你不要怪到内政，没有预售屋的登录，你接受不接受？这是立法院排的，不是没有预售屋的登录，你接受不接受？我有撤回，你再来怪我？对嘛？没有预售屋的登录，你接受还是不接受？啊，我没有，我没有撤回啊。请你针对问题回答嘛。我就没有撤回啊。对啊，啊，我没有预售屋的登录，你接受不接受？我先讲，我没有撤回。没有预售屋的登录，你接受不接受？我没有撤回，我再讲一遍。好，没有预售屋的登录，你觉得完整还不完整？我没有撤回，我再讲一遍。没有预售屋的登录，你觉得完整还不完成？我没有撤回。没有预售屋的登录，你觉得完整还不完成？我没有撤回。没有预售屋的登录，你觉得完整还不完整？我没有撤回。对啊。你到现在为止完全没针对问题回答、啊，我针对问题回答、啊，没有预售屋的登录的问题，你接受不接受？完整不完整？我没有撤回，还在没有预售屋的登录，你接受不接受？完整不完整？还在贵院？对，没有预售屋的登录，你接受不接受？完整不完整？我再讲一遍，还在贵院？对，没有预售屋的登录，你接受不接受？完整不完整？你接受不接受？完整不完整？问题回答过了，你还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啊？我已经回答过了。没有预售的登录，你接受不接受？完成不完成？回答过了，没有关系嘛。你有没有回答？嗯、大家社会上面都有公平、啊、社会有公平。对，我现在直接讲的啦，就是今天要玩实价登录 2.0， 结果搞到一个只有实价登录 0.5 的版本，我认为不完整，我也没有办法接受，这是我的立场，我不回避。我尊重你的立场。我回答的非常直接。我尊重委员。但是我觉得很奇怪啊，今天问内政部针对这件事情完整不完整？接受不接受？我们的部长绕了半天不敢回答这个问题。我已经回答了，那你只有说我、哦、行政院的版本没有撤回，行政院版本没有撤回，打开天窗说亮话嘛？还在那里啊？过了委员的版本，行政院版本放在那边不处理，
这就是建商希望看到的，不是吗？不是吗？